你是谁？我是金牌吕琳老师，教你画画。我毕业于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美术硕士，加拿大国际水墨创作比赛枫叶奖得主。来，过去回来，过去回来，一二三四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OK， 小力气哦，好，把它画完。OK， 然后用一根手指头去转圈圈，对，好，小力气的转圈圈。好，用食指就好哈，然后把本把它变淡了。为什么找你学画画呢？因为老鹰教的小孩才会飞，第一名的老师教出第一名的学生。这是我的奖状墙，是我指导学生参加县市、全国、世界杯美术比赛前三名奖状。和你学画有什么好处？你将学到武力、想象力、创造力、观察力、思考力、专注力，一辈子受用。爱因斯坦说，想象力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。还有三宝：自信、快乐和幸福。金钱无法衡量，是无价之宝。 So come on,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Enjoy the painting, become the one you like. Get it later on. 未来还有许多有趣的画画课会教给你哦，我们下次见。